其实前几天哦，就是台北我们都感受到花莲的地震，希望呢所有的知道五月天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。五月天泉州场票房全捐出，谈地震不舍，惊喜铺下一站花莲。五月天27日在大陆泉州开唱。五月天更宣布，泉州场演唱会的收入将统统捐出做公益。所有呢，硬体的设备啊，然后都是不扣除的，所有的票房呢，我都会捐出来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回馈。所以啊，今天晚上啊，不是五月天很棒，是你们现场的人很棒。阿信更在 IG 惊喜预告，五月天下一站将在花莲开唱。其实前几天哦，就是台北我们都感受到花莲的地震，有些这个福建这位朋友应该也甚至感受到一点有震波。然后真的呢，希望呢所有的知道五月天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，一切都过得好好的。你是谁？叫我过